会提供市民亲海、四海、爱海的机会。市政府农业局渔港及近海管理所于近日在碧海码头举办安平乐游游游渔港四海洋活动，现场有乘船游安平渔港及认识海洋游桨征答，将现场气氛炒热。搭我们安平港一号这个游艇趁这个机会，让我们市民能够来体验我们这个搭游艇的一个乐趣。这次活动重点是在乘船游安平渔港，许多乘客都是第一次乘船，在船上可以享受凉爽的海风与安平港的景色，对乘客而言是非常难忘的回忆。在台南的话是第一次坐，之前都是在高雄的区域旗津那边坐，这边台南倒是第一次。今天的这条船真的也还蛮不错的，然后就带小朋友这样出来玩，觉得很不错。我发现安平港在我们台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港口，也希望以后能够多办这些活动，更多的台南市民甚至外县市的都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对于海洋事务及环境教育应与持续深耕推广，其加强宣导民众认识海洋，进而保护海洋，并提供亲近海洋的机会，让民众爱上海洋。记者林佑春台南报道。